服务台能够提供你什么帮助？买饮料，买蛋糕。老弱妇孺或身障旅客购票及咨询。看电影。老弱妇孺或身障旅客购票及咨询。这位先生的工作室。检查火车票，可询问乘车月台的站务员。可以帮助你知道当天火车的车次与时间是什么呢？爸爸的名片。这是自动检票机，把火车票放进去，黄色闸门就会打开。通过闸门时，别忘了把车票取出哦。请问这能通往哪里？穿越时空。照片上的机器有什么作用？电子票证的扫描地方。什么是转运中心？行李房。什么是转运中心？行李房。什么是转运中心？行李房。转运中心提供转车资讯，行李房能够寄放行李。这个是什么？自动售票机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购买火车票的地方。